他们的材质都非常非常的好，去倒个垃圾啊，或是去楼下超商买个东西啊，当做穿出门的这个罩衫，我都觉得它是合理，上面也有我的名字。嗨，大家好，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装扮跟平常很不一样？因为呢，我之前拍开箱我的更衣室的时候，很意外的有很多人想要看我的睡衣收藏们。那我就想说，刚好最近天也冷了，然后我觉得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睡衣们。然后在这边看到全部这些都是我的睡衣睡袍，这边全部都是睡衣。我是非常非常注重就是睡衣的人，就是家居服贴身的东西，我必须要求它要非常非常的舒服。所以我买睡衣，我最在意的就是它的材质，材质是 number one。 有一些人可能睡觉就会穿一个背心啊短裤，但我个人喜欢那种洋装式的，就是一件这样套上去这样。那我大部分都是里面都会是像这种就是细肩带的洋装，大家看一下，就里面都会是像这种细肩带的棉质或是丝质的洋装，然后我外面就是像现在比较冷，我就会有这种比较厚的罩衫，然后没有这么冷的时候呢，我就有各式各样像这样子蕾丝啊，或者是有一些是这种棉质的，然后或者是缎面的罩衫们。然后就是我在家里，我就是会里面穿一件这种略为性感的一件这种家居服，洋装家居服，然后外面就会加一个罩衫。习惯穿的款式都不太适合家中有他人存在，就是如果你是跟什么长辈一起居住，可能就是不适合这样，因为尺度有点太大。但是如果你只是家里跟老公两个人，我是觉得还 OK。 那这个是我自己的习惯，有时候也会跟朋友出国嘛，所以出国呢我势必是不能穿得这么性感，因为如果跟朋友住同一间房间，然后别人这样子看到我这样也是有一点点的尴尬，所以我还是有准备一两件那种就是比较基本款，就是这种不裸露的，也是材料很舒服的这种衬衫式的睡衣。先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内搭里面的睡衣大多是什么款式。就是我最爱的是像这种洋装式，就是一件套上去，那我就会有各种的，就是如果你想要稍微性感一点点的呢，就是会有这种比较多蕾丝啊镂空的这样，或者是像这一件也是全部都是蕾丝镂空的，然后也会有稍微保守一咪咪，就是它是棉质的，然后也是料子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柔软，然后我有那种是上下分开的，就是背心跟小短裤的，然后也有像这种是连身裤。其实连身裤我比较少穿，因为虽然它的料子一样是非常的柔软很舒服，可是我自己是觉得穿这种像洋装的这种套上去就比较没有束缚这样。我最常买的睡衣的品牌就是 GOSIS， 因为 GOSIS 它都是引进国外的一些品牌，然后他们的料子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今天这个影片也不是跟他们合作，就是我单纯就是我衣柜里面85%的内衣或睡衣都是 GOSIS 的，所以我今天会分享很多都是 GOSIS 的东西，但是后面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品牌。内在美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我的 style 就是这种路线的，对，所以我没有那种很可爱的那种睡衣，或者是那种棉质的大 T 恤，就是那不是我的路线，就我喜欢这种很柔软、很亲肤、薄薄的，就是可以直接很贴在身上、很舒服的那种感觉。那再来我就是会跟大家分享罩衫们的收藏。我首先就先从 GOSIS 他们家的睡衣开始，身上这一件是他们今年的新款，但前面这部分都是。那他们家其实选择非常非常的多，他们会有像这样子的棉质料子的睡衣，然后它一样是一整套，就是你看它里面是有一件连身的洋装，然后会有成套的这个罩衫搭配的，然后或者是像这种缎面的，然后这缎面的就是它一样，它里面其实也有一件那个里面的小洋装，可是我把它拿去洗了，然后它外面的这罩衫它就是这种缎面，然后
它的那个蕾丝或者是它们的材质，它的这个缎的材质都非常非常的好，不会有任何那种蕾丝刮皮肤的状态。像这种就是比较夏天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虽然很热，可是你开冷气还是会有一点点凉，所以我就会觉得可以搭配一个这种薄的罩衫是还蛮好的。偶尔可能就是你在家里收 Uber Eats 的话，就是你如果是穿像这种比较棉质，稍微外面罩衫这样绑起来其实也 OK， 就是不一定要就是再去换衣服，所以我觉得还蛮方便的。然后像这个的话也是，就是它这一件它就是一样是棉质的，然后可是它有拼接袖子的这个蕾丝。这一些呢现在都买不到了，因为Gosis他们家他们基本上他们是以团购的方式，就是会固定定期去国外找品牌谈合作，然后他们就是会挑选商品，然后一档一档的卖。所以说如果说你错过他们的东西，就是没买到就没有，他们都会不定期推出新的款式。但我觉得至少反正他们家的质量是绝对可以打包票的跟你说，它的质量真的很好，所以你们可以就是自己去关注他们的平台，看他们什么时候会有新款出现。我身上这件大理石的浴袍就是新款，然后我觉得好舒服哦，因为它就是那种很舒服的那种很像毛巾布的材质，可是它没有到非常厚，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它就我现在来说算是内件暖奴的一个孕妇我都还穿得住。然后他们有另外一件是这个，我也觉得很可爱。这一件呢也是他们这一次的新款，然后这一件呢我觉得它的好处是，老实说你今天就算穿它出门，就是你知道就是当做一般的外套它也不违和，因为它就是像今年很流行像这种 teddy bear 的那一种毛，你知道它不是像这种毛就是一看你就是觉得它就是睡衣，可是这种毛就是今年你穿出去是 OK 的。我站远一点给大家看，就是它这一件是它没有任何的扣子，所以它就是有点比较像是罩衫这样，然后有口袋，所以你如果就是要去倒个垃圾啊，或是去楼下超商买个东西啊，当做穿出门的这个罩衫，我都觉得它是合理的。它的袖子是有做缩口的，所以有时候在家里如果要有在煮饭的人啊什么，就也比较不容易弄脏那个袖子，所以我觉得蛮贴心的。那基本上这些就是都是 Gosis 的睡衣。然后这件是他们去年的。再来另外一件呢，这个是另外一个品牌，它叫做 Gelato Pick。 Gelato Pick 这是一个日本的品牌，然后我想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它，它其实也是专门卖睡衣的品牌，跟有一些宝宝的用品啊，家居用品等等的。那他们家的路线呢，就是全部都是这种毛茸茸的材质，所以他们的睡衣也是整件都是这种毛茸茸的。那就睡衣来说，整件毛茸茸对我来说比较不实穿，因为我很怕热，可是罩衫我就觉得很需要，就是这种浴袍类，就是秋冬的时候洗完澡就是需要立刻一件很舒服的这种浴袍去罩住自己。然后这件已经我应该已经穿两年了吧，那它的料子就是一样也是非常非常的柔软很舒服，但是这个品牌就是在台湾卖的稍微贵一些些，那如果你有去日本的人是蛮建议可以去日本买的。我个人很推荐 Gelato Pick 他们的周边商品。这次去日本我也买了一条他的那个毯子，就是我把它放在客厅的沙发上，因为它的料子真的很舒服，就他们有那种小毯子啊、浴巾啊，或者是baby 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可爱，然后质量也很舒服，也是大力的推荐给大家。那另外这一件呢是无印良品的，可是它已经蛮久了，这件大概是两三年了吧。无印良品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可能它的料子我也不用太特别介绍，就基本上他们的东西都是会有一定的水准。然后这一件其实是我当初原本是买给 Mike 让他冬天在家里可以就是当罩衫的，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在穿，就是很
大的很长的，就有一阵子我就把它拿在放在沙发上当被子盖，可是就是材质也是很舒服，所以如果你个人是不走你知道这种蕾丝啊或者是缎面这种性感路线的人呢，衣良品他们的睡衣或者是他们的毛巾什么的我都觉得材质也还不错。最后呢，这个是我唯一一件的定制款的睡衣，上面有我的名字，然后后面有写一句 slogan Too glam to give a damn。 然后这个品牌呢是一个国外的牌叫 Blossom 什么，反正总之我会把它的那个网站的细节放在下面。那基本上这一家它是专门在定做浴袍的品牌，很多女生就是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会办那种 bachelorette party， 然后他们就是会帮他的伴娘们准备一整套的罩衫。这个的话我就会觉得它很适合来送礼或者是办活动的时候可以做。那它的料子就是也是缎面的料子，算不错的料子，可是比起 GoSis 的缎面我觉得它的细致度还是有差一些些。但是如果你是很追求想要那种客制化的睡衣的话呢，就是这个品牌就是另外一个选择，因为它有很多个不同的颜色，然后不同的花纹，然后你都可以自己决定你是要绣名字还是绣 initial 或者是你后面要绣什么字都可以，反正它就是完全的可以客制化。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我的睡衣收藏们，我不知道大家就是看完这个还要获得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在拍的时候我就想说我的睡衣好像都是同一个款式，我很怕我分享的会大家会觉得没有参考价值。在我来说穿的最舒服的款式就是这些款式，那至少我可以跟你们说，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四个品牌他们的材质都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OK 的。好，那以上呢就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那别忘了帮我影片按个赞，我们下次见咯，拜拜。